帮你啊，我帮你啊，我帮你啊！哎，他记啊！算了，你去死好了。哎哎哎哎哎！是说啥？没有像去玩滑水呢。哈基不要动，哈基不要动，我帮你。哎呦，我你们这么电子音，有点。电。但环游世界不是我的问题啦。哈基不要动，哈基你不要动，我在帮你。喂。啊！我去别的国家玩去吧。好了，帮你围好了，帮你围好了。喂，欢迎来到。我看是红色的，好像差不多呢。好像一样哎，去别的地方玩了。去别的地方玩好了。还有哪里啊？我看看。啊，在这里。快张开你的嘴。哦，谢谢啊！我先，我先。喂，欢迎来到美国。America。哎，我今天听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 SA 再来会变什么 ？USB。为什么 ？USB 啊 ，A 再来换 B 啊 ，A B C D 啊 ，A B S A E U S A S A 啊，谢谢美国啊。哦，白痴哦！我想说什么鬼？你有幸运吗？哎呦！幸运哦！你帮我挖，你怎么什么都有啊？我有付啊，我一把丝绸一把。你要有？对不起，我问错问题了。我做副稿子。哎呦喂呀！紫色。有没有红色的花？哎，好了，我真的开始当乞丐好了啦。你真的要当乞丐啊？我要那个铁蛋，我要谄媚你们，美女。你有没有红色染料？我去找，我去别人家拿。你可以拿骨粉去地表上撒一撒去。啊，对呢，有那个。你过来，你过来，我放骨粉在箱子。那有花虫，我有。哦，玫瑰花虫。咦？怎么了？就在这里啦。没事，我在想事情。你们有时候想事情不会哦，有时候会就是会做一些不能理解的事。不会。哦，你说拿假嘴巴？没有啦。假嘴巴。哦哟。哦，不会耶。会啦，我想不会啊，我想自己都一直皱眉头，然后就宕机了，就宕机了，居然，对啊，等一下啊，我怎么盖呢？我想一下，假嘴巴问号，就是有一次啊，我们在第一次聊天的时候啊。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人讲话，突然就变成就是问说你怎么了？没有没有，刚无聊用夹子夹嘴巴，然后就是哈，是有时候会袖珍呐，就是看到旁边有那个有东西就后背来，但是你怎么会夹嘴巴？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也不知道。神秘，对呀、啊，在卖萌。你们就都不会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吗？不会，不会啊，啊，不然才会。这，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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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怪胎。这里弄这里好了，稿子又乱了。他没有断线啊，谁断线？谁断线？谁断线？他们说我断线了，可是我没断吧？没吧？你断线了、啊？对啊，你断了、啊，你断了、啊。屁啦！你刚刚回我还说我断线，可是我说第四没断啊，可是你人物断了呢？你人物还在吧？你离线了呢？还在啦！在我刚刚看到小雨在那边动，我有吗？那是前十秒吧？小雨现在没在动啊？有啦，你在动啊？你在哪？
啊，在哪里啊？没关系啦，我去找看这个最近的，看一下这个在不在就知道了。哎呀，哎呀，我怎么下不去？对啊，我看到他啦。没有啊，他有在动吗？他没在动啊，他是没在动啦。所以你断线的嘛？没在动。哎呦，明明就有动啊，我打他，他有回应啊，他有后退、欸，他有后退、欸，哎、欸。嗯欸、所以是他断线的，不，没有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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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在合东西哦，原来你是在合东西，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怀疑音乐？哇，你怎么确认事情是用拳头啊？没有啊，这个最快的方式不是就是打一下，跟音乐一样。这东西能不能吃啊？先往嘴巴塞再说，先塞再吃下去啊，先塞一下。哎，好笑的。我差点刚刚第一个脱口讲出说乞丐你怎么在这里啊？你好坏哦！啊，你是什么？啊，我建筑，我还没想好哎、欸。建筑师哦，可能跟建盖东西有关吧。哎呀，当乞丐不嘛，不是吗？当乞丐不能盖太多机关哎、欸。我是巴布，你是巴布啊。对啊，我是爸爸，是冒险家。去打怪好。你是坏人啦！坏人，谁是坏人？你啦，他是坏人，你才坏人。他是勇者。你还不承认你是坏人？你刚刚到处穿着军装杀杀这里的村民，对啊，那个不是我，那个是我弟，大家都命丧在你手上。那是你弟啊、喔，对，那是我弟啊、喔，是你要当中二患者。哦哎、欸，对啊，哎、欸，我觉得他今年很适合哎、欸。然后你以后每次讲话都要很中二，比如说什么我体内的对另外一个我，或者是我体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一直跟我诉说着什么之类的。没有，刚刚那不是我，是我体内的力量，我控制不住了。跟你们说，我家里有养的四天王哦。哦呦，哎呦，哎呦，那是不是长得有像老鼠啊？哈哈哈！我的天哪！哎呦，是不是生物鼓掌啊？哎呦，音乐借我石头。你自己拿，应该是炉子或是我箱子有吧？我不要平滑的。你有没有鹅卵石啊？鹅卵石最上面的、啊，炉子最上面的箱子啊。要不要盖个鹅卵石制造机？哦，看到石头，我觉得会缺石头、哦。可不要有人挂在那边才行。嗯、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会缺石头哎、欸。石头，我现在都是那个，不是鹅卵石是石。哎呦！这样子应该够高了。会卡吗？卡？这样会卡。今天好像 YT 怪怪的，因为我刚刚也是没有断线，就是我 DC 没断嘛，然后直播也没断、嗯，但是 YT 就说他们就说断掉了。哦，怪这今天不稳定吗？对呀、啊，不知道。嘟嘟，可能到垃圾喽，上车喽，谁要上车？上车喽，谁要回家？我可以把附魔。你还说我今年对不对？对啊，又杀人。干嘛？上车上车！你说我可以是吗？没有，我刚刚在想，这里有很多附魔装备哦。哎呦喂！真的很坏、欸哎。小雨，你不要上车，不要上车。回头是岸啊，不要上车啊！哎呦，我的天！我想说这里很多那种超烂附魔的弓啊，我把这洗掉。哦哟，可以。好烦啊！
又卡了，那我们没办法。只能又卡了，我这边好像还好，说会转圈圈。对对对对对，他们是说会转圈圈。这边会吗？我看一下，我这边会吗？看看，就发现你那边也会，大家都会。他们是没有特别讲啊。对啊 ，YT 坏坏，打 PP 坏坏。会不会卡聊天室讲一下、啊必须往前五秒才不会卡哦。今天 YT 怪怪的，可能他及时处理有点问题。对呀、啊，等一下，我在干嘛？为什么要把已经围好的东西挖掉，然后又要再围回去啊？影院在干嘛 ？ATM 啊，就是影院碰到什么就吃一口，那是 ATM 的。嗯，好像真的经验好少，很少啊。我这边是正常。嗯嗯，我这边都是正常。嘿、啊，你们开上传开多大、啊？我是四千哦，我是五千五。我开四千，他们说正常啊，很顺。我觉得是 YouTube 问题啦，因为我这边没有，我这边没丢失啊，这没有丢失音啦，对啊，那就这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对啊，我们这边是零丢失。嗯嗯。没吸到哦，真的哎，原来是我没吸到。吸到什么？经验值。哦、嗯。他磨完，然后在那个上，因为影院那不是比较高吗？嗯。然后我站比较远，然后就全部都卡在影院。他会卡在里面，他会卡在里面，然后站近一点才吸出来、啊。我想说，我怎么磨完，然后都没有升等的。嗯。有三十等。迷路了。转翻了。哦，这里有这个。所以村庄在300多个，是不是？村庄吗？不知道，嗯，我没有走过去。自杀，耶！爱惜生命啊！可以啦。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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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好哦，我要附钓竿。对啊，你不是要钓鱼吗？对啊，我去附个钓竿。啊，这样子的话，酱油家那边盖钓鱼场好了。嗯，钓鱼场。那酱油是什么？鱼那个什么养鱼温的吗？渔夫，渔夫。哦，好烂哦！他会在车舱、车站那边问你要不要了。要不要买包包？买啦买啦！支持我们第一的，可以支持我们一下吗？拜托，拜托，拜托、欸！可是现在不是有一些已经进阶了吗？进阶到连问都不问就直接丢给你，然后一看你要不要拿，你拿他会拿到你手上。你先帮我拿一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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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嗯，对啊，现在已经进阶了、欸，好可怕！以前都是可以跟我修心加油吗？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加油！好了，完成任务。你要做什么任务？用 F2 拍照一个正在附魔的人，他不知道。你拍到谁、欸、啊？刚刚谁去附钓竿啊？哦，小雨哦。谢谢小雨。小雨完全没有感觉。小雨没感觉了。小雨怎么没感觉？完全不想理你啊！他是完全不见嘞，他消失了。哈，他连 F2 拍照，他的灵魂都不见了。哇塞，直接不见嘞、欸！不能乱拍照，灵魂被吸走了。他回来了，你怎么了？灵魂被吸走了？你怎么了？我刚进到异次元了。哦，没有，我刚想完说，他既不是都对人家大叫吗？然后后来没有听到回应，我就知道完蛋了，完蛋了，我进入异次元了。哦，对、欸，他自己都称他进入异次元拍照。哦，没有啊，我说小雨是有小雨听到我刚刚说解任务啊？没有啊。哦、跟他自己就是拍完照灵魂就被吸走，他怎么会听得到？我的天哪，好可怕、哦！拍完照人灵魂不见呢、欸，要死我！天哪，太可怕了吧！我刚说我解完任务了，用 F2 拍照一个正在附魔的人、嗯，他不知道这样子，没有完全没有听到。你这让我想到都市传说、欸，哎、嗯，好毛、哦，好可怕哦！F2 不要乱拍照呢、欸、，F2 不要乱拍照，不要拿相机乱拍，有都市传说在。哦，这倒是真的啦，不要拿相机乱拍，真的。
尤其是你们不要，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作死，去一些微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对啊，哦，真的，自拍真的不要的，自拍耶， yeah! 然后下一秒你就啊，耶、yeah, ，就看到后面有人跟你一起耶、yeah、了，呵呵，哎呦呀，妈妈咪呀，耶，那你就拿那个啊，是不是脸部辨识，然后发现就多一个。哦、oh,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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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很恐怖哦、欸！不是后来很多人拿那种去测吗？超恐怖的。哦、oh, ，对啊，就搞来冲杀回他们。啊，我真的超夸张！回去拿，拔一次我拿错东西，拿错什么了？拿错东西会变唐老鸭哦！啊呱呱这样，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刮什么？嗯，这你为什么连刮刮都很敏感啊？不能刮刮而已啊，刮刮而已啊，哦，而已哦，对啊，不然你期望听到什么而已哦？他希望听到后面几个字哦，好像有点失落哦，怀疑你在对一语双关。没有，我没有那么聪明，我不会。没有，你超聪明的。没有，我很笨，我最笨。你台大呢？没有，谁跟你台大？我很笨。你才大呢？笨笨。你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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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哦？不是吗？嗯，我是旁边那间呐、啊，台中旁边那间。他是台中大，不是台大。台科大也很厉害喽，不是台大，不还是有差，还是有差，还是有台科大。台科大是那个，是人家说什么？欸、想要考进台科大、啊，就是很猛的学校啊。啊？会吗？是吧？不是吧？技职是第一啦，技职是第一啦。对啊，技职是第一嘛，对不对？是啦，是啦，是啦。二三四五六啊，六个哈，好难算哦。哎呀，哎呀，不要不要枪，慢点、嗯，一下你们慢一点，慢得啦！你要讲慢打，慢得慢慢打慢打，有差、哦没有那个气魄的问题哦。哦、keep， 然后你下一句叫咿呀你，变别的游戏，咿呀就，嗯，我想到我昨天都在玩那个，之前繁星玩那个，咿呀就僵尸那一款，不是咿呀就了，僵尸，啊，你说僵尸那个吗？出去抢抢城镇，然后回来那个、啊。对啊，哦，我昨天狂玩欸，我昨天玩到凌晨四点欸，太夸张了，我是玩到快死掉了，真的很好玩，好扯 哦，真的玩到快死掉了，里面也死掉了，我人也快死掉了，可是好好玩哦，真的玩到天荒地老，天哪、啊，哎呀，他每次可以玩，嗯，他那个运气成分真的太重了，对啊。嗯，可是就想办法浓到最后嘛。我这就是浓到最后，每次角色都满登、嗯，武器也满登，最后的 boss 摸一下就死了。真的哦，你是我浓到超后面。我浓了，好像我以前指数100多了吧？好猛啊！对啊，强呢？强？强啊！真的直接压起来玩，烧掉了。你我原本想说睡觉前，因为昨天就有人贴另外一款，好像是之后要出的，也是类似那种，然后就说，哎、欸，这个好像很不错哎、欸，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嗯，我之前想到有一款，我想说，那睡觉前来玩一场好了，嗯、直接玩到四点，直接爆炸，哦，大爆炸，哦是，哦不要，嘣，哦不是，怎样，嘣，有人爆炸了。怎样了？怎样？哦哟，烂哦哟！等下啊！我要死我了！哦哟哟！哦哟！你居然在里面了，太棒了！嘿嘿嘿呀！半颗星，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主人他笑你，啊？
啊，你们在说什么？嗯，啊，你们在说什么？嗯，低功傻，没有，他把怪物关起来了，我们要释放怪物。嗯，哦，对，他是黑心的厂商，原来是这样。不笑夜，他太黑了。不笑夜，我们要释放哦，都要看不到了。你功傻，哇哇哇哇，怎么了？没有。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们不要，你们不要打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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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打起来了！别那么吵！我过来只看到爆炸的现场。嗯，想说来看看有什么好戏的。你们在干嘛？你是不是也很开心啊？你们是不是？不是，把那盖楼的苦力妈跑到我的音架里面呐、啊！哦，哦，你们丘比，你们被丘比的绑在一起是不是啊？谁知道这么刚好，你知道吗？哎呦，哎呦，团团，那不行哦。啊？那你这样不行。嗯，汤哦。好啦，你既然觉得我们前面都在跟在闹杰克是在闹他很气气的话，你就去告状吧。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有啊，没有。这边有认真磨人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去告状完之后，杰克是什么反应啊？拜拜，再见，干嘛？快笑死我！我也不知道我们刚刚怎么了，你知道吗？怎么了？我没有怎样啊，没有吧？你怎么了？说什么？怎么了？你也没干嘛、啊、完全不记得我们来做什么？对啊，看看发生什么事、啊。你们这群坏人！你怎么可以欺负杰克？你们怎么可以欺负这么萌的杰克之类的？哈？杰克那么可爱，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吼！吼！他可爱是事实的、啊，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啊？对啊，他今天没来、啊啊。他很萌很可爱是事实，没错。对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欸、对啊，你们有人需要命名牌？哎、欸，我也有哎、欸，其实我也有了。我要不需、啊、之后啦，你要我，乞丐什么都要，导游加方便。好、欸，有人说导游当海女、欸，对杰克做海女，海女，海女系的，白痴哦。老实说，这很浅，不能当海女。那当狐女吧，狐女，狐叫女的吗？你是那个大舌头那个狐女吗？狐女吗？狐女，狐女，女那个应该是哦，是狐女的误会呢。狐女哦，原来是狐女啊，狐女，啊狐女的啦。哇，我在那边过一整天哦。你要过什么？过一整天？你又想做什么、啊？他顾怪吧，我只是想杀怪而已。你又想杀东西了？你又想杀东西？怪，我在替天行道，生性凶残，真不愧是凶残。我这么个性温柔，对呀，整天想杀人，对呀、啊。但是怪物在野外活得好好的，你就这样跑过去打他，说我在替天行道，他又没有惹你。我把他监禁起来。哇，没有，他们在做坏事情，我把他抓起来。哦，什么坏事情？就是他们长太丑，吓到人。哇哇哇哇！哇，这指控很严重。完了，不是说你啦，不是说你啦。我被放掉水。你又跑去把高空弹跳了。没有啦，我在盖高楼建筑啦。不是我没放到水，是我刚刚捞到 bug 水，我以为有捞到水，其实没有。假的，坏哦！哇，太坏了，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都遇得到啊？哎、欸，他们说我放到半砖哦。哦，原来是这样。他记说什么？
没有，说这套衣服很崩。哦，我以为你说你踩到衣服了。你是说胸部的地方太紧了？对、哦那代表你长大了、哦、你长大了你长大了对你长大了怎么了吗是不是看到什么三十岁以前都还来得及之类的吗35岁吗我说到35岁吗你又想河粉加香菜了吗哎，加香菜都来得及啊天哪！笑死！25岁，你们都会开车，你看我最不开车了。开车啊！怎么开车？怎么了？只是说25岁以前来得及，这不是开车啊！这不是开车，这是什么车？你为什么口口声声都是开车？真的？就因为你们在开车啊！这不是车吧？那对啊。不是你，如果这是车的话，广告都开始在开车了。对啊，哇，你心里有车，看什么都是车。哎呦，哎呦，很贵，车，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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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他好开心哦。嗯，没有啊，看，哦，所以你很伤心哦。对啊，我很难过。怎么了？为什么难过？因为我刚刚死了很多次。因为你捞到假的水吗？对，很哀伤。是呀。哇！哈？啊？不是，我家怎么会有苦力怕？家？是不是有人是要偷赢苦力怕去炸别人之类的？偷赢苦力怕炸死别人。白天呢？昨天没吃的，是不是？嘿，对，我的盾牌要坏掉了。为什么？还是从山上走下来的？山上的孩子，他自己是不是接工伤？我要接，我接着工伤干嘛？偷接工伤。哦哦哦！这工伤超好的，你知道吗？他还送我一整年份的这个东西耶！哇哇哇！真的假的？不玩了。对呀，好哦，超棒的。下一次是不是就不只是崩而已？那会是什么？不知道。那左邻右舍一起来工伤这个东西，我刚不需要。我以为你要说。他还会左右怎样的？我想左右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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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刹车该拉了，该拉起来。你看，就是你在开车。没有，没有。你看，你这油门都吹下去了，还没有。差点帮你们踩油门。不过有人说是那个什么事务影啊，直接讲出来，事务影会美颜呢。哦，因为它都是那个啊，就是中药给女生用的。对啊，对啊。虽然我是没喝过吗？你真的要我听？我有听过用洗发精洗头啦，那个避孕药混在洗发精洗头。你知道我刚刚前面以为你是说我真的有啊，我听过啊，我听过有人用洗发精洗头，心想说啊，不是他的。讲好像哦，你后面有讲，这也哇塞，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哎。那我知道接什么？大家都有用，我怎么不知道？大家都有，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原来你不是用洗发精洗头？对啊。哎呦，哎，太好笑了。我的天。欸，可是你知道吗？以前都觉得不是讲干话，哦，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个干话。不是，我拿到一本修补的书，好爽哦！为什么你拿到了？好爽哦！恭喜。